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各位网上听众，你哋好，我系袁大明，好高兴咧今晚又能够同大家一起探讨一啲近日发生嘅事情，或者正在困扰香港嘅问题。咁香港出路网上电台嘅节目嘅目的咧，系希望为香港寻找一条出路，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嘅问题。咁我哋唔係希望呢係只係同大家一齊大肆批评下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唔好，咁大家发泄一番就算。我哋希望呢係能够深入啲探讨问题嘅根源，了解问题嘅来龙去脉，咁提出一啲具体性嘅解决方法，同埋建议我哋每个人可以做啲咩嘢能够令到呢个问题真真正正解决呢。咁好啦，咁我哋今晚嗰、那个题目呢，其实我以前都其实都讲过下㗎，咁大家亦都知道啦，呢件事即係最近就即係喺美国啊爆发得好犀利嘅，咁亦都好直接影响香港嘅。咁我哋就讲即係其实呢次案揭风暴呢引发嗰、那个经济危机嘅，其实个背后嗰个真正嘅起因呢，咁但当然啦，喺表面上呢我哋都睇到即係一出面坊间传媒呢都讲好多呢方面嘅。咁除咗我同阿李永康呢大家即係探讨啦，咁我亦都好高兴呢係请咗一位James Chu 下朱启平先生。咁James 其实呢係佢係一位即係engineer 嚟嘅。咁佢早期呢都係可以咁香港好多嘅 .com 啊，包括 china.com 呢，佢哋早期呢係即係係其中一个创立呢啲嘅大家而家都好熟悉嘅个互联网嘅个始创人嚟嘅。咁佢除咗佢本身系一个工程师之外啦，咁佢一直都好对一啲我哋以前都提过下㗎啦，就关于嗰、那个外星人啊、免费能源啊、另类医疗啊，咁呢方面嘅方面呢佢一直都做到好多年嘅研究嘅。咁但佢自己嚟创咗一套呢系一即系佢简单嚟讲呢叫即系做人嘅科学嚟到希望呢系可以帮助我哋呢是创造未来的理想世界的人类的行为怎样。咁但当然呢今晚我哋就唔系讲呢样嘢㗎。今晚呢我哋系讲返下呢即系我哋个大题就系、是、其实呢系到底咩人真真正正控制我哋个世界呢。咁我哋睇到嗰个经济嗰个危机啦，咁大家我以前都经常都讲嘅。点解呢我哋个经济呢系成日有咁大嘅嗰、那个波动啦，咁大概每七年到十年呢都有一个咁样嘅危机嘅。咁而我哋话即係指我哋嘅一般人嘅认识下同埋经济嘅所谓供求嘅規律啦。咁同埋即係点解我哋从来唔觉得每七年十年啲人做嘢啲人买嘢啲人物质上嘅需求係有咩大嘅波幅嘅改变嘅。而我亦都冇严重嘅嗰、那个大自然嘅灾难呢系可以即可以令到我哋经济会突然之间呢系出现低潮啊咁样。係啦，我都真系唔明点解高潮低潮我都系做緊个份牛工啦、啊。因为成日都话囉即系好明显啦呢啲咁样嘅呢啲咁样嘅波幅呢啲咁嘅波动呢其实就系唔系我哋经济定律所睇到嘅嗰个供求推嘅因素啦。其实呢是背后呢是有人操控我哋嘅。你记唔记得呢即係希腊有个神话呢就有个人呢推个石上山。推到上山顶啦。嚿石呢就碌返落去个山下面。然之后呢嗰个人呢又要碌行返落个山度。又推嚿石上返山。又碌落个山度不乱咁推推咪即係我哋依家咁样囉。咁但起码我哋系推緊一样嘢。咁起码喺嗰度我哋可以睇到一个即係可以解釋到啦，係咪？即係你逆住地心吸力嚟到推一啲嘢，咁佢當然會即係有個自然嘅定律囉，咁佢會滾返落，即係推得上去滾返落嗰、那個嗰、那個
啊，即係個最低點咁樣。咁但係其實喺我哋嘅經濟嗰方面，其實好似我哋冇嘢可以，即係喺常理方面係解釋唔到。唔係，其實有得解釋嘅。啊，有嗱，如果喺舊時咧，即係冇互聯網嘅，即係純粹一個 manufacturing economy 咧，即係呢一個即係製造業嘅經濟咧，就好易解釋啦。即係話，譬如我間工廠有單嘅時候嚟，呢單咧不斷咁落咧，咪即係不斷咁樣咪有生意做咯，咪經濟繁榮咯。好啦，但係嗰、那個你生意梗係有上就有落噶啦嘛，咪成日都係買死嗰樣嘢噶嘛。好啦，到到咁上下啦，咁咪會嗰、那個嗰件貨品或者嗰個行業咧就已經唔得啦。咁你但係你仍然係一路咁樣繼續做，咁咪到到有一日咪照。将个订单取消咗佢啊 ，cut 咗佢啊，或者唔要佢啊，咁咪经济衰退咯。咁呢个就系一个叫 product life cycle， 即系产品嘅周期啦，由开始至到结尾，至到之后如果个死咗之后咧，有第二样嘅产品又再代替翻佢咯。咁系咯，咁就有第二样产品代替翻佢。我呢个唔系单一嘅经济啊嘛。你頭先所講嘅係一個產品嘅單一嘅產品嘅波幅啊嘛，但我而家嘅經濟係好多元化噶嘛，係即係我哋係即係解釋唔到噶嘛，即係點解會突然之間會有個會爆煲咧？咁嗰個 bubble 係點嚟咧？咁嗱，當然啦，喺個即係過去一年啦，已經好多人講噶啦嚇，點解會有按揭呢個問題出現啦？咁係背後有一班所謂即係搞經濟嗰啲人嚇。咁啊，製造好多呢啲咁樣嘅按揭，咁就將呢啲咁樣嘅所謂原來係冇乜真正真金白銀嘅嘅按揭咧，就係賣上賣咁樣啦，係咪？咁即係大家都好早已經睇到噶啦，係有問題嘅，係嘛？咁同埋咧，係佢哋所推嘅按揭係根本係冇即係冇咁嘅真正實質嘅價值嘅。咁但仍然都有人推啦，咁我亦都了解到啦，我成個經濟咧。即係係有一班人咧，係完全冇生產力嘅，佢就係賺得最多錢嘅。咁呢班人咧就係製造呢啲咁嘅經濟嘅衍生工具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即係點解會咁大間投資公司嚇個雷曼兄弟嗰啲咁，即係嗰啲數一數二嘅啦嘛，係咪？咁大間銀行美國嘅嗰、那個Federal Reserve 咁樣，美國政府其實佢都。即系都唔系唔知噶啦，系咪？知道阻止唔嚟啊嘛！你知唔知道佢哋嘅杠杆系几多？1:30嘅杠杆，同埋你知唔知依家雷人兄弟啊？系对条数出嚟咧，系6100亿美金。咁6100亿美金即系几多少钱咧？就系、是、如果香港所有 M 1同 M 2货币，即系我哋而家用紧嘅钱啊，香港嘅所有出嘅货币啊嘅总和。就会成大20%，一间公司可以蚀咁多钱噶。嗱，咁即系呢啲咁样嘅嘢，系咪冇人讲咧？其实好多人都讲噶啦。咁但系当然咧，净系大传媒从来唔听啦。咁亦都有人归咎咧，系 Alan Greenspan 啦 ，Federal Reserve 嘅以前嘅主席啦，系从来即系都唔正视呢个问题啦。咁佢亦都系一个罪魁祸首嚟嘅。咁亦都有一种背后亦都有人解释到个成个现象啦。咁因为咧，好多呢啲咁样嘅嗰啲银行家啊。呢啲咁樣嘅企業啊，嗰啲經濟企業咧，佢背後咧係用好多金錢咧，係嚟到即係遊說美國政府嗰啲要員噶嘛，咁令到佢咧就唔能夠成立一啲正確嘅法例咧，係嚟到監管佢哋噶嘛。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噶啦，即係大家都知道係點解會發生噶啦。咁所以今次咧話突然之間咧就話政府話要嚟到挽救經濟咁樣，咁好多人都唔忿氣嘅。咁即係始終當然啦，你去投機去投資。你賺嗰時候唔見你出聲係咪？你試嗰時咧要納税人幫你嚟到填補，咁同埋有一種喺美國其實已經好多人反對嘅，所以到底會唔會即係會唔會順利進行得到咧，都未知之數嘅。咁始終大家都咁講啦，我哋救係救咩？救嗰班炒家、嗰班銀行佬係咪賺每年數以千萬嘅花紅嗰時候唔見佢出聲？唔係啊，其實依家唔係救嗰班人，依係救我依家手上呢張叫貨幣。即系如果唔够咧，呢张货币咧就系纸嚟嘅啫。嗱，咁但系当呢个一个呢个系佢哋一个，我觉得一个借口嚟嘅啫，唔系借口啊。嗱，话俾你听点解啊？因为我哋依家咧，嗱，如果你睇翻留意出，睇下呢张货币咧吓，叫 Promise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at his office here $100 Hong Kong dollars。
是 promise 嘅啫。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话，即系如果你留意美金咧，有一个四个字咧，你就好留意啦。In God we trust， 靠个信字嘅啫。即系话呢张嘢咧，基本上咧系张纸嚟嘅啫，一张冇乜用嘅纸。系。但因为有个吓个乜乜啊，有责任嘅叫 director 签名啊，或者当你大家信佢嘅时候啦，因为我哋已经再冇人好信，系信佢嘅啫。系，咁佢就可以用呢个咧就做通货。嗱，本来呢张纸都冇问题嘅，因为以前我哋出银纸咧，你要有个本位噶嘛。系啦系啦，有就要金或者银。譬如我哋用贵金做金本位啦。系。咁但系当然后屘出咗事啦。咁因为如果因为你谂下，如果我哋个嗰、那个经济不断膨胀咧，我哋咪需要好多货币咯。嗯。咁但系我哋嘅金咧系追唔上噶嘛。嗯。咁结果咪会带嚟好犀利嘅金融动荡。嗯。结果咧就将个金本位咧就唔要咗佢啦。系。就系、是、变咗得翻四个字，就系 In God We Trust。你信几多就系有几多。咁其实咧呢个咧系我哋喺一般表面咧听到嘅解释就系呢个原因啦。咁但系其实真真正正原因就唔系我哋而家所讲嘅嗰个啦。咁所以我喺嗰个网上咧我都介绍咗有啲资料。咁呢其实其中一本书咧系叫做货币战争 Currency War。咁我哋以前都讲过嘅。咁即系讲我哋成个经济个动荡嗰个原因，真正原因，同埋系有班国际嘅银行家控制嘅，嗰班银行家咧系喺通过某啲嘅法例咧，系赋予佢哋嘅权力咧，系印银纸，系完全唔需要抵押嘅。咁而抵押咧就系纳税人，即系每个国家嘅纳税人咧嘅政府咧就戆居居咧就俾咗佢呢个咁样嘅权利嘅。咁佢点控制我哋成个地球嘅经济咧？就系用嗰个银纸嘅供应同埋银根嘅。收紧佢，即系利用银纸个供应嘅多同埋少，系啦，控制我哋个经济膨胀或者收缩，冇错啦。咁即系令到我哋咧，无论膨胀或者收缩，都系做紧嗰份牛工，系就为咗呢盏嘅纸。唔系，仲有一样嘢，你做得点多点多，你以为你储到好多钱咧，最终咧就俾佢个和声割晒嘅。咁即系嗱，其实咧呢本书咧，嗱呢本货币战争咧，系一位大陸嘅學者嚇，叫做宋鴻兵，咁佢咧就去佢即係美國嘅，而家喺美國噶啦，咁佢亦都好多美國嘅大型嘅機構啊，同埋世界各地嘅中央銀行裏面嘅，佢都做一個顧問嘅，所以佢好了解嘅。咁但係點解我要介紹呢本書咧？因為其實咧呢本書嘅背後嘅資料咧，喺外國有好多呢方面嘅書籍嘅，咁亦都好多嘅網站咧都分析過咧。即系点解我哋嗰个地球嘅经济，点解好多人咧系死做烂做，对到头来咧系得个吉嘅？咁其实背后嘅原因咧就系、是、根本我哋系俾人玩死嘅，根本我哋呢啲咁样嘅所谓个通货膨胀，根本系全部系人为嘅。咁嗰本书好详细解释啊嗰个问题个根源，咁亦都讲历史上咧系好多嘅美国嘅譬如历任嘅总统，有七位总统，同埋有啲参议员咧都企图咧。是睇出啲问题咧，系想彻底咧，系跟进佢咧，而被暗杀咗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系真系想了解到咧，即系点解我哋嘅人类嗰个经济咁悲哀，咁不稳定咧？其实呢本系我所知道嘅唯一一本中文书吓，英文嘅资料好多嘅。咁我哋个网上咧都亦都有个 link 啦，咁俾你睇啦。咁其中只不过其中一个即系45分钟嘅一个片段，卡通片段嚟嘅。好清晰好简单呢俾你了解到呢其实我哋个经济个背后嗰个被操控呢都系因为呢我哋呢系授权一啲私人嘅银行家咁就俾佢随意印银纸。咁而佢呢系用银纸嘅供应呢系冇金同埋银嘅抵押之下。咁当然你首先解释呢我哋唔足够嘅金唔足够嘅银啦所以就冇办法啦咁。咁但其实呢佢真正嘅目的呢是用这个这样的手法呢是控制我们的整个经济那个运作的。好啦咁所以呢要大家是有机会去即深入了解一点呢你由这个由网上那个 link 呢其实你一去一个 link 呢其实其他好多好多相关的资料就出现了。咁你是有足够的资料是给你呢是深入了解到呢那个背后的经济那个问题在哪一处的。好啦咁呢个系我哋过去都曾经都讲过几次㗎啦都希望呢系俾大家了解到啦
即係我哋香港嘅經濟咧，當然同世界經濟有關啦。咁但係世界經濟咧係邊個操控咧？咁其實係真係我哋係俾人玩死嘅。我哋做乜都嘥氣嘅。我哋以為搞經濟啊，表面搞經濟啊，咩 CIPA 乜嘢冇用嘅。佢哋好容易洗劫我哋嘅。咁睇翻呢本書《貨幣戰爭》咧，呢位作者咧都講過日本當時嘅經歷都係咁樣嘅。咁所以佢本書咧好強調咧，要中國咧，千祈唔好將我哋嗰個股票市場咧開放得咁犀利嘅。因為依家中國同埋世界嗰個財金市場係唔同嘅。係。中國個市場自己獨自成一國嘅。冇錯啦。所以今次咁大件事咧，對中國影響係好輕微。冇錯。咁所以好多人咁講咧，即係呢件事咧，如果我哋有好多係即係中國嘅股票啊呢啲咁樣嘅咧，咁其實好穩陣嘅，因為咧我哋唔係比佢天然都咁犀利。咁當然啦，中國都買好多美國嘅啲債券啊，美國呢啲咁空頭嘅資料啦，咁亦都好多嘅。咁但始終咧，最後咧，我哋經濟要講實際嘅，即係有實力嘅，真真正正令到我哋富裕咧，係我哋個係我哋將我哋個自然嘅資源將佢化為一個用得嘅產品。咁呢個真係好實在嘅。反正成日我咁樣講啊，係直頭簡單啲 production 生產，係即係唔只係實物嘅貨幣，可以係服務都得㗎。係即係 we do something for you and you give me something for return。係即係我從你做啲嘢，你俾翻啲嘢我，咁咪交換咯。嗱，應該就係咁啦，即係我所認識就係咁啦。你而家有債人咧，我乜嘢都唔使做，唔使做嘅係，我俾張紙你，就交換曬你啲嘢。係啦，咁啊，即係製造好多呢啲咁樣嘅衍生工具咧，其實冇咩明白㗎啦嚇。你就唔緊要，佢自己都唔好明嘅。咁咧就喺度嚟到玩我哋。咁我哋點啊？我哋點會俾我哋咪即係嗱？第一，我哋個經濟咧係根本唔可以用一個正當嘅職業咧，係可以即係揾到好好地食嘅，係唔得嘅。你真係要呢係要有突破嘅。啲突破呢就要投入呢啲參與呢啲咁樣嘅經濟嘅活動囉，呢啲咁嘅人為嘅經濟活動囉。咁所以我哋一日唔睇破呢個嘅背後嗰個根源呢，其實我哋個經濟呢其實我哋係好悲嘅，好悲嘅。咁所以有啲人咁講啦，唔應該救市，徹底將現時嘅呢個咁樣嘅空殼嘅經濟呢係徹底呢係瓦解佢。其實冇所謂嘅啫，因為始終仲係有人耕田嘅，亦都有人生產嘅。真正嘅經濟嗰個重心嘅來源喺嗰度啫嘛，其他嗰啲係紙上談兵啫。但係有一樣嘢咧，你要留意咧，就係當然咧，我哋依家呢個貨幣經濟咧係有好多唔好處，但係亦都帶嚟咗好多好處。例如咧，呢啲咁嘅紙咧，係幫我哋節省好多交易成本嘅。即係如果我用翻以物易物咧，譬如我用五隻羊換兩個女人咁樣，我得四隻羊，咁你要幾多女人？唔通一個半女人咩？慘開佢唔到噶嘛。嗱。咁其實咧解決方案咧，其實已經有㗎啦，喺美國好多呢方面嘅經驗啦。咁其中喺林肯總統嗰時間咧，美國有一個叫 Greenback 嘅，即係佢用翻即係美國國家政府自己印翻銀紙，嗰就唔需要原來嗰個美國銀行或者英倫銀行或者加拿大銀行，你聽啲名成都以為國家銀行嚟㗎嘛，政府銀行嚟咧，其實全部唔係嘅。雖然政府有少少股份啦，大部分根本係私人銀行嚟嘅啫嘛，不過佢名就叫英倫銀行啊，原來 Federal Reserve 咁聽個名好似個聯儲局、聯邦政府啦，以為其實亦都唔係，係全部私人機構嚟。咁其實好多人都唔了解咧，喺歷史上近代史係發生過一連串呢啲咁嘅嘢咧，係令到咧我哋成個個地球、成個世界經濟咧，係全部俾人係掌握喺人哋嘅手上噶嘛。咁歷年嚟有好多人都知道個問題，而企圖去改革嘅咧，你可以睇翻歷史上咧，企圖做呢啲咁人咧，都全部俾人暗殺。咁睇嚟好似好可悲下，又覺得話好不可思議。咁始終我哋呢係即係習慣生活喺和路迪斯尼嘅世界啦，係咪好美好㗎，白雪公主呀。咁我哋真係諗唔到呢，真正嘅世界唔係咁嘅，真正嘅世界係根本係好多嘅，你話陰謀又好啦，咩都好啦。咁即係始終喺一個商業嘅社會，大家都係好惡性嘅競爭之下呢，我覺得唔可以唔難排除呢，係有人呢係喺一個更高嘅層面呢係全面控制我哋嘅咯。嗱，好啦，咁我哋過去咧都曾經喺呢個層面咧係企圖分析呢件事啦。咁我覺得呢件事嗰、那個背後嘅真正嘅因素咧，我覺得都係離唔開呢個貨幣戰爭呢本書所講嘅樣嘢嘅。咁如果我真要設計要解決呢個問題咧，係可以話咧，我成個經濟體系咧要回復翻一個有基礎嘅貨幣，咁即係用翻黃金或者用翻白銀，咁就唔會太多呢啲咁嘅。即係避免呢啲咁嘅炒作嘅工作啦，衍生工具啦，呢啲咁樣嘅嘢啦。咁
亦都会稳定我哋嗰个所谓经嗰个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系一个系真系得个饺字嘅，你做乜都好啦，佢就用通货膨胀咧系即系帮你清仓咯。即系如果用贵金属咧，即系嗱，又会翻翻去旧时嗰个问题啦，劣币驱逐良币啦。因为嗱，我哋真系一定系你喺南非点掘咧，掘一定掘唔到咁多金噶嘛，去支持我哋嘅货币噶嘛。嗱，但系咧，即系如果你要如果你要 back up， 即系要呢啲银纸咧一出咧，就要有个有所本啦吓。咁你就唔可以就系金属，即系一篮子嘅。一篮子嘅物质咧，去支持啲货币。嗱，咁其实咧，当时咧，林肯嗰度咧，佢就话咧，即系我点解要出钱？点解要揾个私人银行帮我出钱咧？点解我哋政府唔可以出我哋嘅货币咧？系咪？即系我佢净咁转都转唔得咯。咁我哋就唔会俾呢啲咁嘅国际银行家嚟到操纵我哋啦嘛。咁其实你话你背后有几多黄金？其实从来冇一个货币系100%有黄金嘅。十分之一啦，希望系咪？咁但系而家根本系空噶，冇噶，系纸上的。都话 in God we trust 啊，咁唔系 in God we trust， 系嗰啲纳税人咧，将来嘅税收里边咧，系即系付咗呢个债咯。咁所以你可以睇到今次又话用话一兆亿落去咁样样，大佬而家嘅美国人咧，每一个战争咧，差唔多系好似话8000。唔使我话俾你听，当你一出世。成为美国人，你的第一日就是很惨，我可以很公布告诉你，你差$40,000。好了，即负债$40,000，你几惨。$40,000少了，现在越来越。不是，你未出世，奶都未饮一滴，他已经要给$40,000先了。美金。好了，那即是我们过去呢就企图呢是即希望将这件事实呢给香港多些人知道啦。咁据我所知呢，呢本书呢喺中国呢係高层呢大家都睇緊㗎喇。咁我希望呢即係越多人睇呢，大家有机会呢係希望呢係即係洞出到嗰个成个问题嘅背后嘅真面目。但係呢我哋今晚嘅嘉宾呢James G 呢朱启平先生呢，佢其实有啲另外嘅资讯呢，係我哋香港人呢或者起码我哋喺传媒嗰方面未有人谈论过嘅。咁佢讲到呢，其实话原来呢件成件事呢根本佢所认识一位佢即係佢自己親身認識嘅，唔係話聽翻嚟㗎啦。有一位美國嘅人士咧 ，George Green 咧，佢十幾年前咧已經預測咗㗎啦。咁同埋咧，如果你聽翻 George Green 嘅過去嘅資料咧，其實咧，我哋近年美國發生喺經濟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嘅領域發生嘅嘢咧，其實佢一早就預測咗㗎啦。好啦，我哋希望聽下阿 James 咧喺呢方面咧係有啲咩嘅新嘅發現咧，等我哋香港人咧可以認識一下。是大家好啊。我呢就啱啱听到你两个那个 discussion 呢，觉得好有兴趣。其实呢我未讲 George Green, 呢单嘢之前呢，我想插一下你哋正话 discuss 嗰啲嘢。因为我自己呢，虽然我唔系读经济学啊，咁但系呢就我自己对呢个经济都有好大兴趣。咁个原因呢其实就好简单，因为喺70年代呢美国呢是经过一个很高的通货膨胀阶段的。咁我当时住在美国。咁我嗰阵时呢成日呢就听到啲报纸啊就讲咩呢，佢话根据经济学家嚟讲呢，当一个经济系衰退緊嗰阵时呢，佢唔可以有通货膨胀嘅。呢样嘢系相对嘅。咁但係呢喺1970年代嗰陣时呢，美国呢係经过一个既然係经济衰退又係高通货膨胀嘅时间。咁我嗰陣时就觉得好奇怪，因为我又唔係读经济呀。咁成日睇啲杂志呀报纸讲咩 M1, M2 呀，我都唔知佢噏乜，知唔知呀。咁我自己喺度諗，好，我要諗出嚟究竟经济到底係乜嘢东东。咁呢嗰陣时呢我就做 engineer, 嗰陣时啱啱毕业冇几耐就返工。咁日日揸车呢就揸两个钟头车来回。咁揸车嗰陣时好闷㗎，冇嘢做。咁自己喺度諗啦，好，我自己斗一个好简单嘅 model, 譬如我先 create 一个 society, 係两个人嘅啫。咁呢两个人系点样 interact 呢，即係石器時代咁啦，一個呢就做打獵嘅。其實呢一開始嗰陣時候可能兩個都做打獵，係咪你搵你嘅食，我搵我嘅食，大家都冇事啦。咁但係呢可能其中有一個呢，
初初咧就去捉嗰啲动物，但系后屘，诶，佢谂到个办法，整一支矛出嚟。支矛咧，以前咧就一日可以捉一只白兔嘅。啊，佢整一支矛之后咧，一日可以杀死两只白兔。咁佢会同隔篱嗰条友讲啦，佢喂，嗱咁啦，我而家一日捉两只白兔，我啊食唔得晒，我食得一只，剩翻一只。不如咁啦，你唔好去打猎啦，你帮我执屋，我去打猎，好唔好？嗱，咁咧嗰阵时咧就开始有一个所谓交易啦，啊。咁咧交易咧就系以物换服务啦，喺呢个情况之下，系咪？咁咧就咁大家都舒服咗，系咪？打猎嗰、那个打完猎翻嚟就唔使执屋啦嘛，舒服咗啦。咁执屋嗰、那个净系执屋，唔使去打猎，佢又舒服咗啦。啊，咁大家生活有进步啦。咁、那个进步喺边度？源头喺边度咧？就因为发明咗支矛，啊，即系有一个科技啦，所谓知唔知啊？咁你如果由此类推一路落去咧，你会发觉咧，啊。由呢个两个人嗰个一个社会咧，可以扩展成一个比较大型啲嘅社会。咁咧，我就日日喺度谂啊谂下谂下咧，我就谂咗有个道理出嚟。个道理就好简单。首先咧，我哋人嗰个生活水平咧，系跟住我哋所谓科技嘅。嗯，当你嘅科技越发达嗰阵时，生活水平就越高。啊，即系嗰个举例咧，就好似一杯水咁。咁我就捞尾咧，即系对于后期咧，我就谂通咗好多嘢啦。就好似一杯水，个水面咧就系我哋所谓嘅生活水平。咁呢杯水咧就有个源头嘅，可以加落去使到佢水会越嚟越高。啊，呢个咧我叫 source， 个 source 包括咩咧？系 technology， 所谓科学发达啦，或者科技呢方面咧系最重要嘅一个 source。咁咧，但系呢杯水咧又有个窿嘅，有个 drain 嘅吓，会漏出去嘅。咁咩情况之下会漏咧？就是任何嘢会破坏呢个生产力嘅，所谓 productivity 啦吓，包括咩咧？天灾人祸、包括战争啊等等，知唔知啊？咁咧，同埋咧，其实仲有好多嘢嘅，譬如好简单，我讲啲好简单嘅例子，塞车其实系会 decrease 呢个 standard of living 嘅，即系一个 drain 嚟嘅。你如果以前唔塞车嘅吓，我 standard of living 系到呢个某一个 level 咁啊吓，但系如果你过咗一年之后咧，塞到唔清唔楚噶，次次翻工放工要几个钟头嘅。咁、其实你个 standard living 已经 drop 咗噶啦，即系生产力减咗啦。系生产力减咗噶啦。啊，咁咧，所以咧，其实我叫呢个 system 咧叫做 standard of living equivalence。啊，个简称咧就 SOLE， 我叫 Soul Economic Theory 吓，standard of living equivalence economic theory。咁我其实我用呢个理论咧，我自己睇通咗好多嘢，我自己亦可以预测到好多嘢。啊，包括人民币升值嘅，我十几年前都预测嘅，所以咧我一早已经将啲钱转晒人民币，因为我自己睇得透呢啲嘢。嗱，但系我讲呢啲咧，冚唪都系比较正常嘅情况之下嘅。咁你正话讲嗰啲 private banking 啊 ，Federal Reserve 啊，英伦银行啊嗰啲咧，其实冚唪都系操纵喺啲啊好有钱嘅人嘅手上。啊，咁仲再加上咧，就喺 Wall Street 啊，佢哋整咗好多所谓衍生工具啊 ，derivative 啦、啊，呢啲咧，其实咧喺我个观点嚟睇，呢啲冚唪都系一种变戏法嘅工具嚟嘅、其实咧根本咧，佢将嗰个我正话讲嗰个 model 咧 ，standard of living equivalence 嗰个咁简单嘅 model 已经变咗啦，变到咧。就是很複雜化的、变咗咧有好多呢啲咁嘅工具咧，啲人可以攞嚟赚好多钱。你一赚好多，有人赚好多钱咧，即系意味着有人蚀好多钱。呢个系一个叫 zero sum game 嚟嘅、我就话用嗰个 model 咧，你如果那个 standard of living 有个 drain 有个 source 落去咧，这个唔系 zero sum game。即系换句话讲，当你每一个时间有一个科技的发展突破，举个例，最近一次呢就是十几年前 Internet 这个是绝对是一个 source、因为 Internet 呢全世界的人那个 standard of living 是增加了的 increase 了的、但是如果是没有一个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呢，那个杯里面的水呢 是 constant 的、是 fixed 的，咁如果有人攞多咗咧，一定有人少咗。呢个系走唔甩嘅。For example， 我再举个例啦。我如果呢杯水我分为两杯，
当为是两个人那个 stand of living。如果我冇 source 入去呢，当一个人嗰杯水系增加咗，另外嗰杯佢会少咗嘅。举个例，喺1970年代呢，美国有石油危机。因为点解呢，系喺中东国家嗰啲所有石油产国呢，佢突然之间集合起上嚟提高油价。一提高油价意味着咩呢，喺中东所有嗰啲中东国家呢嗰、那个生活水平提高咗。因为嗰啲钱赚咗好多。但是呢，苦就苦在全世界其他啲人，包括美国。佢个生活水平一定会下降。咁就係因为佢生活水平下降，所以引起当时嘅通货膨胀。好厉害。再加上呢，亦会引起触发起一个 recession, 一个衰退嘅情况。咁我而家就唔讲呢单嘢，呢个系正常情况之下。但係呢，因为我哋而家喺呢个今时今日现在嘅世界呢，有好多嗰啲所谓 private banking, 你就係讲嗰啲英伦银行啊 ,Federal Reserve 啊嗰啲呢，係有啲有钱人操纵。咁佢哋用晒呢啲所谓衍生工具呢喺度变戏法。变到呢好多人啲钱呢就去晒佢个口袋。咁呢，咁再呢，由呢样嘢呢就引入你就问我嗰个问题，就係我呢就知道好多其他嘅资料大部分香港人係唔知嘅。咁我点解会发现呢啲资料呢，我咁又要讲一讲个 background 啦。係啦。个 background 呢就係、是、虽然我係读 engineering 呀，咁呢喺外国亦好多年，咁我返咗嚟香港之后呢就亦係做 technology 啲嘢啦。咁我就做咗好几年之后呢，咁呢就你可以话係搵唔到工，高不成低不就。咁呢搵唔到工啦，咁我就还掂都得闲啦，咁我就上网开始搵资料。咁我自己呢就对几样嘢就比较有兴趣，其中一个就係 UFO phenomena, 飞碟。咁我由飞碟呢度呢就越睇越多嘢，越发掘越多资料。咁我喺美国嗰陣时其实对飞碟都好有兴趣。就嗰陣时呢就识听过有一个人叫 George Green, 我去过佢屋企，佢嗰陣时好有钱嘅呢、這个人。就係、是、real estate developer, 佢係起嗰啲巨型嗰啲 shopping center 喺美国。咁、通常呢做亲呢啲嘢啲人都资金雄厚㗎啦。咁佢就起好多呢咁嘅 shopping center。咁我喺美国呢係1985年呢我係去过佢屋企。咁点解我去呢，因为我当时参加咗一个 UFO 嗰啲 group, 一个小组。咁专门研究喺 Switzerland 个 Billy Meyer 个 UFO contact 嗰啲资料嘅。咁呢有一日呢去开完会之后呢，佢班人就话，喂，我哋一阵间去睇一套 documentary 喎，係一个叫 George Green 嘅人拍嘅，出钱拍嘅。咁呢就我跟咗佢哋就去咗 George Green 喺 Beverly Hills 一个 dimension, 真係好鬼大屋企。咁我未去过啲咁有钱人嘅屋企，所以我就好好奇啦，入到去咁就睇一套戏啊，咁同个 George Green 握个手啊，咁但係呢就1985之后我就一直都冇同佢联系。直到呢大约两年前到呢，咁我因为我睇网上好多关于 UFO 啲资料，咁 George Green 个名呢成日都出现㗎喎，因为原来佢亦对呢方面呢亦好多研究，包括佢亦去过 Switzerland 见 Billy 啊嗰啲咁嘢。咁呢我就开始留意 George Green 讲嗰啲嘢，咁呢就越睇就越多。原来呢 George Green 呢喺成十几年前呢佢话佢已经知道今时今日会发生嘅事情，就係、是、包括经济上嘅事情。咁点解佢知道呢，原来呢因为佢当时呢佢係属于有钱嗰一派嘅。咁佢喺国内即係喺美国呢佢係认识好多人喺金融界嘅。同埋政府界佢认识好多呢啲人。咁呢佢好多时去开会呢啲人讲嗰啲嘢俾佢听吓咗佢一跳。咁係包括好多一早已经计划好嘅事情，係直情係包括埋今时今日我哋见喺 Wall Street 发生嘅事。最近一次呢佢个 interview 呢好奇怪，就係9月2号。9月2号嗰陣时呢Lehman Brothers 又未冧
嗰、那个 AIG 又未冧，好多呢都未冧嘅，系上一个冧系嗰个Burns， 啊 Burns 系冇错啦，嗰、那个咧就冧咗，但系嗰个都属于少数，嗰阵时个个都以为冇嘢啦，系咁多啦、已经搞掂啦、其实咧唔系，九月二号嗰阵时咧 ，George 已经再发出警告，佢话而家好危险啦，随时会冧噶啦。佢话而家咧根本你哋而家喺股票市场炒嗰啲咧衍生工具根本同现实系全部脱晒节嘅，根本后边系乜咧？系空嘅，完全系空。咁佢嗰阵时已经 raise 咗好多 warning。咁个九月二号个 interview 一完咗之后咧，跟住咧就系最近发生一大堆嘢。咁我啱啱上网睇咗咧，佢原来啱啱。又有一个 phone interview 是9月23号、这个是最新资料。是。我之后同你讲过9月2号那个呢、都是旧啦、这个就最新。我都未听过的这个。你们如果有兴趣、这个呢就42分钟的这个 telephone conversation。如果你们有兴趣呢一会可以播这个 telephone conversation。我想还有很多资料在里面会爆出来。咁呢大致上来讲呢根据我睇 George Green 嗰啲资料呢佢一直讲嘅意思咧，就系话根本我哋而家见嗰啲嘢，全部一早已经计划好。计系边个计划好呢就系嗰几个大家族，包括欧洲嘅 Rothschild、美国嘅Rockefeller、咁咧 Rockefeller 咧呢啲冚冷咧统称咧，如果研究 UFO 嗰啲人咧，就统称咧叫做 Illuminati，即系呢班人咧，佢哋嗰个最终嘅动机咧。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就想引起一个大的一个很大的变动。那引起变动呢那个做法呢就引起一个混乱。所以呢他们是即是根据 George Green 讲啦、就是专登是使到这个市场冧的。所以 George Green 呢他在成起码六七年前呢、他已经将他所有的房地产卖晒，所有的股票卖晒。六七年前，呢啲嘢全部未发生嘅，佢自己全部拎佢地晒，就转晒金同埋银。佢嗰阵时啲金价咧就好低嘅，好似$500+一安士。佢嗰阵时已经讲金价将会超过$1,000一安士。金价真系过咗$1,000，但系跟住就跌翻落嚟。咁佢最近咧，我听佢九月二号嗰个 interview 咧，佢话。其实你如果了解嗰个金银市场咧，佢话而家嘅金价咧系故意将佢压低嘅。佢话点解我知道咧？佢话因为我想买金买唔到。如果佢话金价真系咁平咧，你应该买得到。佢话我摆咗个 order 去买$500,000嘅金，佢话啲人净可以俾佢$60,000，佢要排队。咁佢话即系换句话讲咧，而家系供不应求，供不应求系咩意思咧？金价一定会涨。嗱，咁佢讲嗰阵时咧，佢呢个 interview 嗰阵时咧，金价应该系大约$800。嗯，但系而家咧，上一次我 check 咧，差唔多已经有接近$900。嗯，即系喺我嘅观点嚟睇，我谂 George Green 咧嗰个系睇得非常之准确。咁你哋如果有兴趣咧？一間可以播呢個42分鐘，我都未聽過。啱啱我上網先睇到，哇！有個新嘢喺度啊！咁你哋可以聽一聽佢講。你九月二號嗰時候咧，佢所講嘅嘢咧係你記唔記得佢大概係講過啲咩咧？大概嘅意思就係話，你哋見到華爾街冧嗰啲嘢，淨係好少嘅嘢，大嘅嘢仲未出現。佢嗰陣時已經咁講。其实咧呢种咁讲法咧，我亦都听过好多人讲嘅。咁即系好多人喺个财经界人咧，可以个常已经有人咁同我讲噶啦。佢话咧根本你快啲买金啦，你快啲买银啦。佢唔系话唔系嗰啲纸嗰啲银，系买实银，揸住喺度咧，搵个地方收住佢啦。咁其实呢个讲法咧，其实好多人都讲咗噶啦。咁你话 George Green 系几好多年前讲啦，咁六年前讲啦，咁当然六年嚟咧，其实。即是个金都未曾真真正正起嘅。咁而佢可能呢六年里面呢可能有啲机会佢自己啲佢都失咗啦，如果佢冇参与呢个地产嘅发展啊之类咁。咁我哋都未必有42分钟嘅时间啦。
咁我哋会将佢嗰个网上个网站咧，我哋会揸喺网上啦。咁大家可以即系自己咧系深入了解啊，即系睇下佢呢方面有啲咩嘅讲法啦。咁 George Green 仲有啲咩讲咧？即系你话佢有好多预测啦，系咪？咁其实佢有啲咩预测咧？我哋应该知道咧。嗱，佢嘅预测好多。咁咧就系唔净止系金融市场啦，就包括全世界嘅问题。咁咧，根據佢嘅 research， by the way， 唔淨止係佢，仲有好多其他人嘅 research 都係不謀而合，係包括 David I 嗰個 research。David I 嘅 research 係好準確嘅。你哋如果任何人有興趣咧，上網揾咧，你會揾到好多好多佢嘅資料。係，佢寫過好多書㗎，亦都好多翻譯本好多嘅。係啦，不同嘅。咁咧，並且咧，佢講嗰啲嘢冚唪都應驗曬，好多係應驗咗嘅。並且佢將來嘅 projection 咧都開始會應驗，我留意得到。所以咧，佢啲資料係非常之準確。嗱，講翻阿 George Green 佢講嘅嘢啦 ，basically 佢嘅意思就係咁，就係咧，因為呢個喺後面操縱所有呢啲混亂嘅人咧，佢哋嘅最終目的咧係要使天下大亂。咁除咗金融市場嘅混亂咧，佢係政治嘅混亂啊，就咩意思咧？就係打仗。嗱，咁我諗留意。时事嘅人呢都系知道伊朗嗰个核问题呢系已经搞咗几年。咁呢几年呢就好似系冇进展嘅，因为伊朗系继续发展佢个核能。咁呢美国同埋以色列呢为首呢就系话伊朗喺度秘密发展緊核武器。咁尤其系以色列呢就绝对唔允许任何其他个中东国家系有核武嘅，佢自己有核武系人都知啦。咁但系咧，佢哋咧就唔想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有核武，所以咧佢哋已经摆明居马咧就要炸毁呢个伊朗嗰个核武。但系咧个事情就唔系咁简单，因为点解咧？苏联嘅利益系牵涉喺入边，系喺伊朗嘅，所以苏联亦。摆明居马，任何人攻击伊朗咧，就系、是、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佢哋已经讲清楚啦。咁最近咧，世运开幕嗰一日，八月八号，突然之间咪有战争嘅喺 Georgia， 格鲁吉亚系嘛？翻译中文格鲁吉亚。突然之间有个战争，咁咧根据嗱，你哋如果上嗰个 Project Camelot 嗰个 site 咧，你会睇到好多 detail 嘅资料嘅。By the way， 嗰个我俾嗰个 URL 你哋吓，系 projectcamelot.org 啊。咁你哋咧就上呢、这个佢个 site 会睇到好多资料。咁佢个资料咧来源咧就系、是、好多告密者啊，包括喺政府入边嘅啲告密者啦，或者喺军队入边嘅告密者啦。或者是那些叫做 Alphabet， 它叫 Alphabet Organization， 美国的 Alphabet， 什么意思呢？ CIA 啊 ,NSA 啊， 啊这些叫 Alphabet Organization， 是不是有三个字母的。那包括在入面做事的人呢啲特工啊他们都会告密出来。那他们说什么呢？根据其中有些告密人呢，他们就说原来呢在这个格鲁吉亚战争未开始的时候呢，以色列已经秘密进驻咗喺格鲁吉亚一个机场，就预备利用呢个机场，佢只需要向南飞，飞过咗个 Caspian Sea 咧，就去到伊朗嘅北部，就系、是、伊朗个核设施嘅所在地，就喺嗰度炸佢。咁并且咧唔净止以色列嗰啲军队已经预备咗喺嗰度。包括美國嘅中情局啲特工已經冚唪喺曬嗰度，咁咧失驚無神咧，蘇聯就殺咗入嚟。我睇嗰啲資料就話咧，搞到啲特工都冇時間安全撤退，即係冇時間毀屍滅跡啊！佢哋嗰啲足跡咧，佢通常嗰啲特工咧，佢哋離開嗰陣時咧，佢哋一定將佢哋啲嗰啲足跡冚唪擦乾淨㗎，等人懷疑唔到佢喺嗰度嘅。但係今次因為太突然啦，佢哋冇諗到蘇聯會突然之間打呢個格魯吉亞。至於蘇聯係咪預知已經知道有情報呢？唔知，冇人知。但係總之蘇聯今次嗰、那個戰爭係非常非常之快，搞到呢
嗰、那個 CIA 咧係措手不及，所以變咗咧，當嗰個蘇聯佔領咗我正話講嗰個機場，就捉咗包括有美國 CIA 人員，揾到好多 CIA 嘅證據嘅資料，同埋以色列嗰啲資料，俾佢哋冚唪唥攞咗。攞咗之後咧，就聽講啦嚇。就佢哋會遲啲會公布公開呢啲資料啊，咁佢哋會唔會公開就唔知嗱，呢啲冚唪唥係內部人爆出嚟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而家下一步咧會係點咧就唔知啦，可能啊，就係呢個以色列攻打伊朗呢件事咧係化解咗，因為而家佢冇咗個機場啦嘛，冇咗個機場咧，佢就冇辦法攻打，佢以色列唔可以飛咁遠，飛唔可以直飛去炸伊朗，因為如果佢係咧，佢要經過伊拉克。伊拉克嗰個 airspace 咧係美國空軍控制咗嘅，咁美國空軍已經拒絕咗以色列唔俾佢飛過，因為點解咧？以伊拉克政府唔允許，冇可能允許，大家都咁係啊，俾炸伊朗係阿拉伯國家係咪？佢唔會俾一個以色列係佢嘅敵人飛過佢嘅領空嚟炸伊朗。所以呢，以色列唯一嗰個做法呢就係經過格魯吉亞嗰個機場。咁今次俾蘇聯破壞咗之後，佢會唔會因為咁而暫停呢？唔知。呢個係未知之數。最近呢一兩個禮拜呢，喺網上呢就好多 urgent message， 咩意思呢？就有人係 predict 到，預測得到在十月第一个礼拜将会有大事发生。是。什么大事呢？就没人讲得出。那我看过这些资料，其中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一个 source 呢，是跟这些所谓告密者啊没关系的。那是美国有一间公司，它叫 Half Past Human。那个公司名很奇怪的。那他们呢就是写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软件，咁咧佢哋就喺网上搜查所有嘅资料，包括新闻发布啊某某人讲过嘅嘢啊市面嗰个评论啦 啊报章嘅评论啊电视台嘅评论等等等等，所有呢啲嘢咧，佢搜集咗，然后将佢分析佢，然后咧作出一个判断，咁咧。以我睇過佢哋嗰個 website 咧 ，apparently 咧，佢哋其實呢啲咁做法咧，就係將嗰啲佢哋得出嚟嗰個結果係賣俾人嘅，唔係免費㗎，要收錢嘅，係賣俾人，係賣俾人攞嚟做咩咧？攞嚟炒股嘅，等啲人可以洞悉天機知道早過人知道有啲咩事發生咧，就炒股係有所斬獲嘅。所以咧，佢呢個 source 咧就係同。我就系讲嗰啲告密者啊 ，conspiracy theorists 啊，嗰啲系冇关系嘅。咁呢个 Half Past Human 咧 ，apparently 佢系作咗两个好重要嘅 prediction， 以前系准确嘅。其中一个就系911，第二个咧就系、是、巴基斯坦上一个总理辞职。呢两件事咧，佢哋都好 accurately predict 得到。咁佢哋最近咧就发表咗咧，就系佢哋最近一个 prediction 咧。佢話係九月尾到十月初，佢就寫明個日期啦。十月七號之前會有重大事情發生。咁係咩呢？而家冇人知啊，有可能係另外一個所謂911恐怖襲擊。點解我用所謂911恐怖襲擊呢？因為我唔知你啲聽眾知唔知道911其實係。有非常非常多的证据，即是无可辩论的证据，是证明911是美国政府自己做出来的。这些证据太多了，你们如果任何听众想知道呢，你上网一找呢是找到。多到你看几天看不完。是啦，非常非常之多。并且这些证据呢是很清晰的，是不含糊的。其中包括一个好简单嘅证据，我而家喺呢度顺便讲一讲，就係呢嗰两栋大厦冧嗰陣时呢个速度呢係大约10秒。
咁十秒喺110层高嘅大厦咧，其实咧就系一个所谓叫做 free falling speed 啊，自由降落速度。咁咩意思咧？即系你喺110层天台，你抌嚿石头出去咧，佢跌落嚟个速度咧就系大约十秒、十一秒度。咁点解喺咩情况之下咧，佢会以咁个速度冧落嚟咧？就系根本呢个大厦系下边已经冇咗支撑嘅，冇咗 support。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没有 support 呢？就是这个就叫爆破工程。所以呢，就是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物理学的一个定理呢，你就可以知道根本两个大厦冧的原因不是因为飞机撞了进去，而是因为那两个大厦是有一个爆破工程。即是换句话说，根本两个大厦都装满了炸药。啊！佢一爆破嗰阵时，下边嗰个支撑冇咗咧，上面就会以自由降落速度系跌落去。啊，就系一个咁呢、这个一个咁简单嘅一个例子咧，你就可以睇得出，根本911绝对喺我嘅观点啊，系绝对100%系内部人做嘅，即系换句话讲，系美国政府做的。自爆嘅个炸弹系个大厦自己爆烂嘅。系啦，系一个用一个爆破工程个方法嚟爆烂。其实呢，你如果任何人睇过爆破工程嗰啲影片呢，你睇得出呢嗰个其实爆即係冧落嚟嗰个样系完全一模一样嘅，系完全冇分别嘅。并且呢嗰两个大厦嗱，通常啲爆破工程呢佢会侧向某一边嘅，就好少直落嘅。咁咩情况之下直落呢？如果周围都有啲建筑物你唔想破坏嘅，咁你就直落。咁就啱啱呢就係 New York 当时嘅情况，就係佢哋唔想破坏周围嘅建筑物，所以呢两个 building 呢都係直冧嘅。仲有一个好大嘅疑点呢，就係、是、其实当日係冧咗三栋楼嘅。第三栋楼根本冇飞机撞，一样冧咗50几层高。Building 7啦。Building 7又係直冧嘅。所以呢其实个疑点呢係多到即係你讲出嚟唔信。根本呢喺即系我研究晒、睇过晒啲疑点之后咧，我净系可以有一个结论，就系、是、自己人做的。所以咧呢个叫 false flag operation， 即系换句话讲就赖咗人嘅，插咗人哋支旗，就话系人哋做，其实就系自己搞出嚟。咁咧有可能咧，十月第一个礼拜咧，又系有咁嘅事情发生。喺美国本土，系自己人做啲假嘅。恐怖袭击，咁呢今次咧恐怖袭击咧就会死好多人，咁有咗呢个恐怖袭击咧，就会又系赖咗，可能今次赖伊朗都唔顶咯，系咪？咁咧等到以色列或者系美国咧就有名啦，系啦，就有个藉口去攻打伊朗。如果系咁咧，就两个字，两个字就叫做大镬，即系。今次真係大鑊啦。嗱，咁根據 George Green 嘅睇法呢，呢件事係絕對會發生。佢指嘅絕對發生唔係話十月初一定會好似我正話講嗰啲事情發生。但係呢根據佢嘅資料來源呢，咁上下嘅嘢一定會發生。即係回句話講，我哋而家見嘅問題仲係冰山一角。即係仲會再亂。所以呢 ,George Green 呢就一直都喺度同人讲，你如果聪明呢就买金买银。好似你正话讲啦，要实金实银。千祈唔好买啲股票啊，或者系嗰啲叫高 deposit 啊，揸住张纸嗰啲冇用㗎。佢到时银行一闩门呢你攞唔到㗎啦。你最好呢就买咗摆喺床下底。最稳阵。咁佢自己呢亦係咁样做，佢唔係淨係同人讲，佢自己全部都係咁做。咁佢已经预备呢係大灾难㗎啦。George。嗱，大家都会諗下，即係点解有啲人要将到世界搞到立立乱呢？咁其实有乜好处呢？咁其实喺嗰、那个货币战争呢同埋网上呢，我俾你一个 link 嗰度呢，其实你都会睇到係好多呢个资料嘅。咁其实好多世界上好多个战争呢，包括拿破仑啊同埋英国嘅战争呢嘅背后呢，都係银行家系推市嘅。即係佢两边借钱嘅。咁你知道啦，一有打仗政府就需要钱㗎啦。
咁銀行家咧就出手咧就借錢俾佢哋嘅。咁所以你睇翻下咧，歷近年咧係好多好多嘅所謂嘅各地嘅戰爭咧，其實背後咧都係銀行家出手幫助嘅，包括希特拉當時嘅，希特拉當時有好多好多銀行家幫佢嘅。咁所以有啲人話咧 ，George Bush 啊，即係佢嘅祖父啊，佢嗰、那個佢個老豆啊，其實有曬呢啲咁嘅背景嘅咁。咁所以如果你大家有機會即係睇了解到呢方面嘅資料咧，我哋個世界觀咧就唔會再好似我哋大眾傳媒所俾我哋認識嘅世界噶啦。咁其實喺美國嚟講咧，而家已經引起好大嘅問題咧。大部分嘅大眾傳媒咧，可以話絕大部分咧都係啲右翼分子控制曬。喺近十五年裏面咧，80%嘅美國我哋叫做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已經係冇工作嘅。咁所以現時嘅傳媒咧，根本係嗰啲大財團嘅宣傳工具嚟嘅。咁所以咧，你真係要了解呢個世界發生咩事咧，其實你唯一個途徑咧，就係真係互聯網啦。即係互聯網呢個嘅俾我哋嘅資訊嘅嘅資料咧，其實我哋即係。所以我哋个经济嘅发达啦，除咗科技之外咧，其实系嗰个资讯好紧要，我哋嘅资讯嘅 knowledge 好紧要。咁就真正嘅财富咧，可以咁讲咧，系我哋嘅资讯系其中一个好紧要嘅财富。好啦，嗱，因为圣经成日都咁讲啦，好多啲咁嘅 prediction 啦，都话第时嘅第三次大界大战咧，都会喺中东出现啦咁样样。咁你都睇到咧，你曾经所讲嘅嗰样嘢咧，只要你睇到咧，我哋已经系几个 close call 噶啦，即好似又要发生，又好在又未发生咁样样。咁跟住又可能會發生啦咁樣。咁到底係咪即係宗教嘅預言或者好多我哋所睇到嘅預言呢係咪無可避免呢？咁我哋真係都點算呢？我哋都係點睇呢？我快啲執埋啲嘢去中國。我如果咁樣搞法，我發覺呢中國反而係最安全嘅地方。點解咁中國人有咁多、啊、有乜事呢？我自己都係咁樣睇。即係同香港比啦，係咪香港？唔係啊，你諗下啦，如果真係打一場世界大戰，冇人夠膽去喐中國㗎嘛。因為中國佢啦，係咪冇需要喐佢？因為中國係企唔一定一樣有需要去喐佢，但係咧，但係佢係第三個大嘅核子強國啊嘛，冇人夠膽去喐佢嘅，因為你掟一個飛彈咧，佢掟曬平平白藍掟喺落你度，你就死緊嘅。Well， 我嘅睇法唔係話夠唔夠膽嘅問題，而係咧中國都好大。知唔知啊？即係如果要 survive 咧，嗰個機會會高啲。即係我嘅睇法。即係如果真係擺上嚟咧，今次咧就係全世界性嘅。同埋中國過去自己都可以做翻一個自己內部嘅經濟啊嘛。係冇錯，自己可以救翻到自己嘛。至多係慘啲啫，即係冇揸唔好揸咁大架車咯，揸架牛車咯。點解80%嘅中國人真係就冇農業啦？唔好食白米啦，食嗰啲紅米咯。可能到時候發翻糧票都唔定。食番薯咯。但係真係啊，我都係咁認同啊，因为你如果其他国家肯定会乱，我在美国几十年，我知道一乱你上来美国会好乱。因为你要明白那些人的思想是怎样，他们是完全没有一个怎么说一个团结的观念，很少的，很奇怪。你想想那时在 LA 地震的时候呢，就整个 LA 变成死城那样的，即是那些人就地震之下当然揸住枪去抢的。是啊，一亂就搶㗎喇，就要開國民警衛去保護㗎。係啊，即係你諗下，一個 LA 咁細要喎，如果全個美國咁，你話點得掂呢？係啊，所以其實我係絕對係同意呢個睇法，即、就、係、是、對我嘅睇法呢，就係、是、你真係全世界咁多地方可能最安全就係中國。因為中國起碼佢有佢自己軍隊啦，可以保護自己，係咪？第二呢，就喺國內呢，佢一定會盡量係維持穩定嘅。即係可能佢又去發糧票啊，即係大家就食少好多，但起碼呢都有生存嘅空間喺度。喺外國呢就係、是、各自為政啦，即係弱肉強食。最近有套香港都做咗有套 series Jericho，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過啦。Jericho 都做咗，喺香港都做咗成我谂几个月啦，因为我一路都有追啊。咁喺外国好多人都讲，佢话诶嗰个 scenario 咧就系将会咁样发生啦。真系你打我打你噶啦，一唔够食物嗰阵时咧，就系、是、个自己个town仔咧就组织自己军队
同隔离就开战噶啦，知唔知啊？我系睇得到美国绝对绝对会咁样发生。其实咧喺好多嗰啲prophecy， 即系 UFO， 尤其 Billy Meyer 嗰啲资料咧，佢哋都系 predict 咗美国将会有个内战，系分 Billy Meyer 好似讲系分成五个部分，分成五个部分各自为政嘅。咁咧呢个可能性咧，用我嗰个逻辑嗰个观点去睇佢咧，系绝对有可能。因为一乱起上嚟咧，就会非常之乱。所以咧，我都赞成的，所以我住喺大陆嘅咁解，系有原因嘅。我已经预备定嘅。唔系你 engine 有我着数，你可以话至少你识 engine， 你可以教人点样做机器啊，可以做生产啊嘛。唔系，不过香港都冇问题，因为香港都系大陆，香港都 OK。睇住嘅，系大陆政府一定会关注香港，系啊，呢个系肯定，佢一定会照顾咗香港先，所以你香港都唔使惊。咁应该香港快啲卖下我哋啲移民配件，咁唔好卖咁平啲啦。嗱，2000买一个。嗱，咁都相关嘅情况，我啲都听到吓，有人咁讲啦。咁即系成日飞碟，即系坊间咁多年嚟都有好多人发现咗之后，都企图咧将呢个事实系讲出去嘅。咁但系过去嘅各地嘅政府咧，都系尽量咧系将呢件事咧系隐瞒，即系唔想俾人知，因为可能会好大嘅波動喺我哋嘅一般人嘅即嘅經濟嘅結構啊、宗教嘅結構咧，會好大嘅波動。咁我亦都最近先聽到啊。咁有人話咧，佢話咧就外星人咧好大機會咧喺不久嘅將來咧，可能都係十月嗰陣時候啦，就會出現喺我哋地球人，即大舉出現啦。等我哋真真正正係無可置疑地咧。是肯定它存在的。咁即我始终睇返外星人嘅资料呢，其实外星人一向咁其实可以话睇实嘅地球人嘅。即係唔好自己毁灭自己。咁如果我哋真係如果係睇到下有种咁嘅方向啦，就可能会触发然后第三次世界大战啦，自我毁灭嘅机会已经好大嘅时候呢，咁作为外星人嘅而我哋所了解佢哋嘅任务呢，是睇实嘅地球人咧，咁都系时候要出现嘅，系咪？如果唔系，有啲咩嘢可以令到我哋突然之间，咦，停一停，再谂下，再反省下我哋所做嘅嘢，咁如果系嘅话咧，咁真系好多嘢会发生啊！其实就好难讲，因为你又听过，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 Phoenix Light， 喺大约十年前喺美国嗰个 Phoenix Arizona 喺晚黑。是突然之间出现一个 V 型嗰啲光，嗰啲灯光啊，即系好似有，但系停喺中间喺空间嘅就唔喐嘅，系停咗好耐，即系停咗成我唔记得几耐，好似几个钟头。哦，全个 Phoenix 好多人睇到，电视台拍晒影晒，冇人解释得到。咁咧，美国军方咧就话，哦，我哋当时射嗰啲照明弹啊。射上去㗎嘛，你睇到，但係冇可能啦，照明弹点会成个 V 型呢，係咪？并且佢停留喺空中係好耐嘅。所以根本当时嗰个政府嘅解释係无稽嘅，係荒谬嘅。但係呢好奇怪喎，咁个政府解释咗，咁好多市民又接受咗，咁就见咗不了了之啦。呢个 case 呢，你如果上网就搵 Phoenix Light 呢，好容易搵到好多资料，真係好多。咁亦有啲人呢，直情係讲到明话，直情係一个好巨型嘅飞碟停喺空中。佢哋睇到，即係睇得比较清楚。咁问题就係、是、佢、出现咗咁耐，美国官方一出嚟话，哦，冇嘢，係我哋啲照明弹啫，咁啊，呢班平民百姓呢，大部分人又接受咗。即係佢出咗嚟都冇用，你唔知啊？因为其实好奇怪喎，有时我都谂唔明，点解普通平民百姓咁相信政府讲嘅嘢？佢自己唔会用个脑去谂一谂。另外一个例子就好似我正话讲911啦，系啊，911好简单，你如果真系去睇佢啲资料咧，你系好容易睇得到，系冇可能噶。佢政府嗰个官方版本根本系绝对不可能。但是你留意一下新聞，包括香港，全世界新聞一样，哦，911恐怖襲擊，
啱啱先过咧，九月十一日系咪？嗱、嗯，香港电视台都有播啊，美国啊纪念呢、這个啊七年前嘅美国恐怖袭击，佢到今时今日都系咁讲。我啊坐喺个电视机旁，我就喺度谂，点解咧？啲人系咪真系盲嘅、聋嘅，系听唔到、睇唔到？好奇怪，真系好奇怪，即系。你可以差唔多讲咧，全世界啲人咧，吓、啊、直情系好似啲羊群咁啊，吓政府讲乜佢就自动咧就会接受咗，佢自己唔去，好似直情系吹咗棉咁啊，佢自己唔会去分析，唔会去谂。我有一次同我大佬喺美国 New York 有个邻居，佢过咗嚟啊香港，咁我同佢食饭，啊呢、這个嘢住喺 New York 嘅。嗯，我问佢当日九一一冧咗几多栋大厦，佢话冧咗两栋咩？我话吓，你住喺 New York 噶，你都净系知道冧咗两栋啫咩？佢系啊，系冧咗两栋。我话唔系啊，冧咗三栋。佢话唔系，冧咗两栋啫。嗱、嗯，你话真系奇唔奇怪啦，大佬？佢系住喺 New York 嘅，系佢都唔知个事实，佢系完全唔知。系点解咧？呢、這个嘢唔系话冇受教育嘅人嚟嘅，嗯，系受过高等教育嘅。啊，点解都系咁咧？我又真系唔明白。啊，咁我亦可以问一句：今日香港有几多人知道九一一系美国政府自己搞出嚟嘅咧？绝大部分人都唔知道。系咯，你讲俾佢听，佢都唔会信。你叫佢上网睇，大部分都唔会花呢个时间去了解。嗱，咁我又问你啦，咁点解啲电视台啲记者唔去睇下咧？点解电视台嘅记者唔发呢个问呢？大部分电视台嘅记者，佢个任务系要搵食，佢个任务咧唔系发掘一啲爆炸式嘅资料。喺外国好多呢啲记者咧，企图做呢样嘢咧，第一电视台咧就系告佢啊，或者炒佢鱿鱼啦，最紧炒佢鱿鱼啦。咁一炒咗鱿鱼之后咧，咁呢啲记者咧就亦都有噶吓。譬如其中系一个喺我知喺佛罗里达州有一个电台嘅节目，咁当时记者咧系发掘牛奶里边咧嗰个荷尔蒙个高温高荷尔蒙嘅，咁佢系做咗呢个嘅研究，系证实咗之后咧，就企图播放呢个嘅特辑嘅。咁当然咧，牛奶公司即刻有律师信咧，就俾嗰个电台啦，佢话你做呢样我就会告你噶啦，你一定要将佢即系要将佢收辑过佢。好啦，咁當時咧、那個電台咧就點樣咧？咁即係出電台，即係做生意嘅啫。你估真係揾啲攞揾啲八卦真相咩？係咪？咁就同嗰兩位記者講啦，佢話嗱，我哋唔可以出啦。咁你試下執一執佢啦，咁樣即係 tune down 佢啦。咁嗰兩個記者咧不斷咁去調理，但始終咧佢唔能夠講假話。即係呢個兩個記者，我唔能夠講假話。佢事實上係咁嘅問題，佢哋個研究係發現係真係個問題喺度嘅。咁结果咧就电台咧就炒咗佢两个鱿鱼，咁佢哋结果咧就系告咯，告电台咯。咁当然咧，你知道啦，今时今日喺我哋嘅政纲我都讲过啦，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即系法律咧，即系表面上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每人都使用法律嘅程序嘅权利，但系咧系呢个系笑话嚟噶啦，因为你要做呢样嘢咧，你系要好多钱嘅，咁你根本冇乜人可以负担到呢个咁嘅费用嘅。咁而好多时候咧，政府要搞你咧，其实好简单啫，就捉咗你再同你打官司得噶啦。咁佢就唔使整死你嘅，你官司费就令到你破产嘅。即系成个我哋嘅喺我哋嘅政纲不断咁讲呢方面嘅，即系个真相其实就系咁样咯。好啦，咁最后咧嗰两个记者咧好似打赢咗，即系都用好多钱嘅，咁都攞少少赔偿咯。咁呢资料你真系要想知道咧，系互联网先睇到嘅。咁你话头先所讲九一一嗰件事。互联网亦都好多资料咧，佢根本历代嘅好多个政府咧入侵人哋国家之前咧，都会已经做呢啲嘅手脚嘅。佢希特拉当时咧系自己烧自己国会嘅，咁就令到话咧共产党出现嘅，咁所以咧佢就要群起啦，团结起嚟啦，授权希特拉咧去做啲嘢。咁而家有啲人讲咧，而家美国政府 George Bush 嗰个政府咧，其实所做嘅嘢咧，同希特拉时代所做嘅嘢个手法一式一样嘅。啊，呢啲资料你真系可以上网去睇下嘅。咁但当然啦，我哋一般人咧，即系受咗和路迪斯尼啊，嗰个分图啦，由细到大啦，Santa Claus 啊，咁我哋都好难咧，系接受咧，我哋个政府系竟然之间咧系
系即系咁邪恶嘅，或咁无能嘅咁样，咁可以咁俾人哋控制嘅咁。因为当然我哋大部分人都冇咁嘅心态要控制人哋啦，控制呢个地球资源啦，其实觉得冇乜意思嘅。但事实上系，即系我哋唔能够排除系有人真系认为咁样做好过瘾咯，系咪？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讲到嬲尾咧，就话咧，点解我哋嘅人会咁样样咧？好明显咧，系我哋个教育嘅失败。我哋教育令到我哋咧系唔识做独立嘅思考咯。咁喺我哋个香港更好大行动嘅政纲咧，其实我哋都讨论到呢个问题，咁亦都谂到嘅解决方法应该点样做。最后咧，我都讲过几次噶啦。咁爱因斯坦曾经讲一样嘢啊嘛，佢话啲地球上咧系有两种嘢咧系无穷尽大嘅。第一就系宇宙系无穷尽大嘅，第二样嘢咧系人类嘅愚蠢咧系无穷尽大嘅。咁即系希望咧，我哋香港更好香港出路，香港更好电台咧，其实我哋希望咧，香港人咧即系醒觉啦，系咪学下嘢啦？咁始终咧，我哋即系我哋成日都好强调啦，呢个社会嘅改变，我哋国家社嘅改变，呢个地球嘅改变咧，系唔能够依赖一啲所谓政治嘅人物、政治嘅领袖嚟到帮你去代表你做嘢嘅。我成日好强调咧。真正有效的民主是参与的民主，就不是呢是选举民主。咁而家亦都睇到啦，喺美国个选举形势啦，咁奥巴马呢是即係好大机会呢佢会被选嘅。咁但我哋成日都好担心啦，即係美国未发生过啦，好多即係有机会被选嘅人呢係喺过程里面呢係俾人暗杀咗。咁亦都已经有人咁讲啦，即係有机会呢奥巴马呢会中途俾人暗杀啦，咁跟住呢Hillary 咧可能顶替佢啊，咁亦都我都睇到咧，美国嘅政坛咧，其实系有一种讲法咧，系边一个 party 选出嘅人咧，其实都俾人恩典咗嘅，即系你会贸然会入得到去嘅。好似我哋睇到花生总统吓 ，Jimmy Carter 系咪 ？Jimmy Carter 系一个 Georgia 嘅一个 governor 嚟嘅，咪一个好即系唔系好多人认识嘅，咁突然之间佢就可以做总统，好似Clinton 都系噶，冇人知嘅。咁而家奥巴马都系啦，冇错啦。咁即系好多人咁讲咧，其实咧，即系根本咧系有班人已经控制咗阴点，边个人会成为下一届嘅总统？咁背后咧，其实佢就控制呢个总统咯。如果你唔听话嘅，就扳低你咯。咁所以咁点算咧？咁有啲人话吓咁灰啊呢个世界，其实呢个嘅解决方法好简单嘅啫。我哋只有我哋每一个人，然后了解咗呢个问题之后咧，系唔好作为一个沉默嘅羔羊，系大家参与做少少嘢。我相信，即系佢杀一个政治领袖好容易嘅啫，但杀一个喺背后做嘢嘅小市民咧，佢系杀唔尽嘅咯。咁其实最后嘅人类嘅问题要解决咧，都系我哋香港更好大行动所强调咧，就系、是、I can make a difference 咯，自己肯自己做嗰份咧，这个世界就好快就可以即系有得救噶啦。好啦，咁我哋非常之多谢咧，James Xu 啦，今日咧系即系同我哋分享好多呢方面嘅资料啦。咁其实咧可以咁讲咧，暂时嚟讲咧，James 只不过系即系喺初步咧系即系点缀下俾我哋知道啦。咁背后有好多好多方面嘅资讯啦。咁我哋希望咧，James 慢慢会再同我哋分享嘅，因为咧其实好多飞碟唔系话一个科幻少少飞碟咁简单，因为飞碟嘅存唔存在咧，背后系意识好多好多嘢嘅。咁同埋呢个能源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地球上有好多啲即係干净嘅，可以话呢係干净免费嘅能源呢係不断咁出现㗎喇。但我哋始终呢点解一直都发展唔到呢？咁 James 喺呢方面呢，佢自己呢係亲力亲为呢研究好多，追随过呢啲能源嘅发明家嚟到去睇下到底嗰个背后个问题喺边处呢。咁希望呢係James 喺将来呢係再同我哋呢係多啲分享呢方面嘅资讯啦。咁始终呢我都睇到啦，最近香港大学啦已经拒绝咗飞碟学会呢係将呢方面嘅资讯呢係俾即係起码大学生知道。咁你亦都可以睇到呢点解即係香港嘅人嘅呢方面嘅知识嘅领域同埋个质素呢係点咁差呢。其实我哋喺香港嘅学术界咧，系完全都系冇学术自由嘅。OK， 咁呢个咧，我第下将来咧，我哋都会再有一个题目咧，系同大家分析一下咧，即系到底我哋香港喺个即系有冇学术自由呢回事咧。好啦，咁我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多谢大家咧系收听啦。咁我系袁大明，我同埋阿李永康，今晚要同大家讲一声，拜拜，拜拜，星期再嚟，拜拜。